今后没意再续前缘，先用钢拳震慑，然后用掌剑破防，击打对方肉身。什么？好强的练兵，掌剑也打不穿。头好痛啊！神风，什么情况？破麦，成败在此一击，豁出去了。神风，神风。来到到再到好，来看海力队长来了。队长，大家都速度点，准备集合了。是。小曼，小曼啊，海力，刚才不好意思，训斥队员的个人物品整理好了吗？基本上都好了，整理的工作量比较大，有点累了吧？也不是，只是觉得一下子就失去这么多队员的性命，有点恍惚。其实这些都是会经常发生的事情，慢慢习惯就好。为什么海丽能这么冷静呢？不冷静又能怎样呢？对不起，海丽也是一直在前线奋战呢。只是为什么要让这些普通人去对抗灵界的敌人呢？小曼，在人间觉醒了的斗魂卫其实人数并不多，而能够和战灵对抗的更是百里挑一，千里挑一。现在的状况不能只靠斗魂卫去战斗，虽然很残酷，但是有些事总是要有人站出来承担的。就像你和山峰他们，不也一直不惜性命去对抗灵界的敌人吗？对不起，也许就应该像你说的那样。没什么，小曼，你今天也累了，这些物品等下会安排其他后勤人员送到殉职队员的亲属手里，你先去休息一下吧。怎么样，回忆到什么了没有？嗯，好像是见到父亲了。还有没有什么更重要的线索？好像还没有很关键的线索，不过手上的事物好像是王家文章。王家文章？听谁说的？月流仙子啊。那个疯丫头又骗你了吧？什么仙子？上月流和我曾是族人，现在只能算是散不去的亡灵。真是亡灵吗？那丫头有没有为难你啊？嗯，那个就是有了。其实她对我那些也没什么，应该不算吧。对了，影婆婆，什么时候能再去幻境呢？我还想见见月流仙子。这个事儿不能急呢，去幻境对精神的负担也很大，先休息一会儿吧。也许休息一会儿，我也能再回忆起些什么呢。自然，有什么事先说吧。其实也不是很要紧的事情，殿下看得入迷，臣下怕打扰了。没什么，一时兴起随意看一下人间的书籍。殿下看得这么仔细，想必十分有趣。嗯，
人间的凡人虽不能使用灵气法力，却善于利用各种奇妙的科技知识，所创造出的事物比灵法可有趣了。还有人间的各种生灵，人类的各种故事，都令人目不暇接。很久没有看到殿下如此开怀了。一时失态了，思然，你也笑得太大声了。我倒是想多看看殿下笑呢，不过可不能让苍灵看到殿下经常接触人间的事物呢，不然又要板着脸说教。是呢，这个世界再美丽动人，终究是幻梦一场。对了，方才是不是有什么事要禀报？是的，殿下，来到人间后，因为不能连接到灵脉，很多灵气在使用上都变得不方便了。玄机府的人最近做了一批新的灵气，可以方便在人间使用。嗯，知道了，你和苍灵就去安排一下，给前线的战灵发配新的灵气吧。好的，殿下。还有一事，陈无破和苍灵正在大殿等候殿下。嗯，那准备面见吧。是，殿下。集中精神，将灵气发散到整个院子，在灵气结界范围内感知细微的事物变化。影婆婆早。啊，明月丫头今天这么机灵，看来在幻境还真学到东西了。影婆婆见笑了。哦，对了，明月，等下你练完了到屋子里来吧。明月呀，昨天我睡得不错，然后呢，早上起来的时候终于想到些东西了。影婆婆该不会又想糊弄我吧？你这孩子，先坐下吧。突然想起来，很久以前有位故人曾经给了我一个有关人间灵脉的东西。那是什么物品呢？就是这么一个东西。那是什么呢？你们这些年轻人呐，太爱较真了，把零件都找到了拼起来，不就知道是什么了？还分成好几部分的吗？那分了多少块呀？又放在哪里了？这么多问题，我当然就是忘记了。影婆婆，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怎么能这么粗心呢？所以说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太爱钻牛角尖了。当年就是为了便于保守秘密才分开好几块的，现在反正大家都找不到完整的，那就不怕灵界的人发现灵脉了。影婆婆说的也是，但是如果我们能尽早找到灵脉，那就能掌握有力的先机，而且现在灵界的势力不断扩张，万一他们用其他办法找到灵脉就麻烦了。不用太担心，我记得自己手上还留有一块。啊，不会又忘了放哪里了吧？你到那个桌子下面看看吧，应该有块垫桌角的东西。影婆婆，就是这块吗？没错，就是这块了。影婆婆心真大，居然放得这么随意。这个东西看上去就是块破铁，小偷也看不上眼的，放在显眼的地方不容易忘记吗？还说呢，之前明明就忘记了。这两天我的头脑可灵光了，我可是还有一个好消息呢。真的吗？我记得有个老朋友手里也有一块，而且住的地方也不远。那我们赶紧去一趟吧。不用急，先休息休息。我忘了他住哪儿了，明天想到了再去吧。影婆婆真是的。参见六指殿下。二位亲家平身。臣下已经安排好新的灵气配给，另外根据归顺的斗魂卫得知，能打开人间灵脉的一天符印应该就掌握在斗魂卫的灵兽门手中，现在已经派出去占领去搜寻符印。好，此事要加紧去办。臣下也有一事禀告。准奏。由臣下安排的尸魔工厂已经大规模展开了，
很快这些傀儡战灵就可以投入到消灭斗魂卫的战斗中，殿下的宏愿指日可待。甚好，还望众卿家凯旋而归。终于到了。这里的气息怪怪的，总有种莫名的冷清。天色也不早了，估计也没什么游客留在寺庙里了，也就冷清了些吧。没想到这么晚了还有这么多游客信众。都是我老糊涂的错，看来是来迟了。这样一二三。这些人怎么了？都是些套着皮囊的傀儡吧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老骨头还勉强能活动一下。没想到这么晚了还有客人来，在寺庙喧哗可不好哦。哎呦，还是个大美人呢，带刺的话就是又好看又刺激，等我好好修理一番再慢慢享受吧。美人身边总是有些暗哑，那个老太婆给我吃干净了。影婆婆，不好，影婆婆她……影婆婆，明月丫头，我好困啊，让我再睡一会儿。什么？再睡一会儿？怎么办？关键时刻影婆婆又犯迷糊的样子。远程操控御剑飞行就没法很好的集中精神了，而且灵气的消耗随着距离增加也迅速加大，只能等影婆婆走远了再说。哎呀，小美人儿，把老东西送走了是将我们两个单独相处吧？少废话。小美人生气的样子还不错，就是用剑的准度和力度还差一些，让我好好教教你吧。这件灵器真是厉害，无论速度和力量都成倍增长。上次碰到那个臭小子也是大意吃亏了，这口闷气今天就让我好好发泄到小美人你的身上好了。废话真多。没用的，这件灵器不但增加我的灵力，还有金刚不坏之身。还是乖乖就范吧。影婆婆应该离得比较远了，可以集中精神战斗了。小美人总是躲来躲去的，我可是有点为难呢。接下来可没那么容易躲了。只顾着我可不行啊，我的小弟可是有点寂寞了。卑鄙小人。很快你就知道，除了卑鄙我还有很多拿手的绝活呢。上次碰到的小妞都到嘴边了还是没吃上，害得我饥渴难耐啊。这次就让我好好品尝这美味吧。
鸟缠绵交织，流星图楚楚动人的双唇，你吸了我的穷途末路。皓月当空，风中舞，燃烧痴情和无助。你含笑千山过，一路有你从不孤独。斗篷不信遨游苍穹，满眼却是你，全是你的倾诉。豪气冲天花过长空，勾勒谁的一生路，扭转乾坤点亮你我的征途。沙路，斗魂不息，点亮你我的征途。